子帽，狮子帽要唱什么歌呢？阿库拉玛塔塔。据香港媒体报道，年仅23岁的巨肺歌手邓紫棋去年4月再度踏上红馆，举行5场个人世界巡回演唱会。由于反应热烈以及口碑极好，获不少城市力邀到当地去演唱。直到今年年初参加内地歌唱节目《我是歌手2》后，邓紫棋的人气再推上高峰，微博关注人数一夜间飙升近100万，成功谈起了邓紫棋展开的吸金之旅，那就是在28个城市举行巡回演唱会。档期更排到了今年的年底，而就在这短短一年，邓紫棋竟举行了40多场巡演，其中多个站更需要加场应试。人气极升的邓紫棋，歌酬自然也是一飞冲天，由原本的10万元人民币飙升至80万元人民币一场。但是今年巡演收入就已高达4000多万，加上眼光独到的邓紫棋，去年豪投1000万购入2个单位，并打通为复式单位，现市值近1600万，一年之内是成功吸金半亿之多。成为今年当之无愧的吸金女王，优酷全乐。我赚钱了，赚钱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去花。整理报道，加入男神女神第二季，不但会在这个冬天搭上去海外的飞机与跨国团队合作，还能与更多艺人明星共同成长，还有更多惊喜等着你。从人到神，一步之遥。